这父女俩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你看，瞧，刚才和小宝宝怎么说嘞？小宝宝拜拜。嗯，小宝宝拜拜啊！天下桥上幼儿园怎么样？去天下桥上幼儿园不哭，是不是啊？自己刚才跟小朋友，小宝宝，嗯，兔兔的，不哭了，一起玩了，一起玩了，小宝宝，你说，小宝宝，等我放学回家跟你一起玩，我要去幼儿园跟小朋友一起玩。姐姐呢？牙疼，这样哥哥姐姐都牙疼了，不能吃糖啊！你能吃糖吗？不能啊，对，咱少吃点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拜拜，啊，再来这。要牙币，我拿。哎，我拿吧。要牙币。啊，自己背呀、啊，自己背，嗯，背，自己背书包呢。一起啊，神在一起玩啊！哎呀，今天天气好，老师肯定会领着来操场玩，滑滑梯呀、啊，啊，玩操场上的一些玩具呀、啊。哎呦，哇，什么？加油！看，这是我买的哈，今天这个橘子呢，这一大兜子，10块钱，10块钱，就是说模样有点不大好哈。你看这个地方有点纹纹路路的哈，你看这样呢就是好的，这样干净的。就贵一些，哎，买了一个柿子180日元，这个咸菜也是10块钱啊，就是用大酱啊腌了两根黄瓜，人家又给了我两个橘子，我尝尝他这个橘子好不好吃啊？一盒小头菜，这小头菜有没有吃过这种小头菜的呢？我现在回去把它一切两半，用水烫一下，再一炒就行了。给我闺女买了一盒草莓，一盒小西红柿，这个是牛筋儿哈。牛肉馅就是锅里边炖炖就行。嗯，但是也好吃，好吃。黑牙香，我一接着黑牙香，黑牙香就问我爸爸呢，想爸爸啦？嗯，我想爸爸了呢。妈，还有？有什么？鸟的。没有了，好走，回家找爸爸。你看看，就把衣服都丢地下嘛，啊，嗯，好，是跟爸爸要，爸爸，火腿，爸爸，火腿，哈姆，鸡腿，哈姆包括鸡吗？火腿，谢谢爸爸。过来拿你，我看什么东西，你带着我看。牛得，哎呀呀，这怎么还能掉呢？不好好呢。哎呀妈，还脆脆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过来，莫拉大农。那是公马的哟。都给你阿鲁。啊？啊，一块。是有有哈。那是哪个？妈妈买的。妈妈买的。谢谢妈妈。啊，不客气，你吃吧哈。爸爸塔塔，等一会儿爸爸打开，你坐吧。这是塔塔。对，你别过来就行了。这头毛大鸡，你看牙咋了？妈妈，你看。你看妈买了。你那在蘑菇油锅里头？没有。哎，可是 Q 里头菜毛太白了。嗯。啊？嗯。太白了呢。嗯。这是爸爸的牛奶，用牙咬就行，使点劲儿拽下来。今天晚上还不做饭了哈，这是我今天买的牛筋儿，这个串串嘛，用那个关东煮的调料炖了哈，炖了这串串，炖了鸡蛋，还有鸡蛋，我再去挖两个鸡蛋，牛筋儿鸡蛋加了点那个关东煮的调料炖出来，这汤我喝一碗哈。我几个？现在和爸爸感情最好。在家里。啊，在那里呀、啊。好一困，母开你一打呢，四姑啼哭呢，爸爸呢？爸爸呢？
一只袋鼠。嗯，这个なったね。哦，大きくなった。また。うん。今日一玉だ。うん、ほら色つき始めた。上手ねこの人の絵ね。ほら赤くなった。はい、食べようか。ひなた。はい、はい、はい、美味しそうね。はい、美味しいね。米。うわあ。ひなちゃんいっぱい食べていいよ。じゃあやだ。やだじゃな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しま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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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ってママ。おしまいな。啊啊啊！おしまい。啊，看完了。这谁买的糖？阿姨买的。啊，阿姨买的糖。我的。我的。你的。我的。ニーダー分かったぞ。ニーダーがほらほらほらニーダーあはは、帮妈妈擦擦桌子。哎呀，真会擦啊！那还有个垃圾。嗯，啊，擦擦桌子啊！哎呦，那叫擦吗？啊，擦擦那里呀，啊。哎，当当当当！鱿鱼，我们烤的鱿鱼，看。妈，咱俩输了。输了，鱿鱼。嗯，好吃。妈弄石头甜甜。好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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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好，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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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太多了。嘿嘿。嗯，这是，这是我老公教我的方法啊！鱿鱼头烤一烤，蘸蘸着蛋黄酱吃。嗯，这是鱿鱼。我也弄。妈妈弄。嗯。得先找软和的。嗯。哎呦。小宝宝碗，哦，是爸爸的小宝宝碗。嗯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桌子不用他拖，就拖地下去了。我的安全带。安全带呀，哦，安全带。啊啊啊！几岁了？啊？我的飞机。啊，飞机呀、啊！啊，起飞了，好，起飞，飞机，起飞。天上，我的飞机。期待爸爸。哦，起飞啦！飞机，哦，飞机，啊，好高啊！飞机起飞了，起飞。飞机。哎呀，起飞机起飞啦！飞机，辛苦。你有没有觉得这父女俩，从来没有这么黏糊过，从来没有这么好。哎、这父女俩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爸爸的脸扎不扎啊？不扎呀，啊，不扎吗？哎呦，我也试试扎不扎。哎呦，我不扎，扎扎。我老公还以为我的镜头对着他拍呢，结果我来了个突然袭击，镜头是反转的。他没反应过来。爸爸的那可有苦思虑哟呢，很多哈基没得哟呢，啊？你还记没得钱？哎呦，钱呢？哎呦，我家就还认识钱啊！妈大大，啊，妈做个面膜，做个面膜，酒泡面膜哈，做个面膜吧，哈、嗯。哎妈，还抹头发吗？不用抹头发，怎么还往头发上抹？都抹抹脸。
哎呀，还摸我的脖子吗？嗯，那是的。啊，对吧？摸脖子。哎呀呀呀呀！妈妈，小心呢，这擦起来了。擦擦擦擦。哎呀，还摸头发上啊！你看看手机里边，你看看这头发，头发都变样了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Hina。对，你说我叫亚麻古奇李 Hina， 是不是？你说亚麻古奇。Hina。Hina 好，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三口啊！你这衣服是谁给你买的？姥姥。姥姥应该怎么跟姥姥说？谢谢姥姥。啊，对，谢谢姥姥。那下次回去看见姥姥了，好好谢谢姥姥哈。秦庆嘞，其实我闺女长得也挺像我小时候，就我闺女现在这个小圆脸儿，跟我小时候照片也有点像。好，往上套，两个手都套。哎，走。套上了，耶！好看吗？你看看手机，给大家看看，来，看看，这是两个小白兔，一个小熊熊，漂亮吧？看看小熊熊找妈妈了。小熊熊找妈妈了。那找妈妈了。现在有时候一生气了，躲起来哭。嗯，以前刚回来的时候，又叫姥姥，又叫姥爷，还叫舅舅、阿姨，都要叫一遍，连纳堂都得叫一遍。这两天，忘记了一些，不叫那么全乎，不叫那么多了哈。就是回去之后人多呀，比如说你说他两句干啥东西的，他有人就是袒护他呀，一说就有人赶快抱抱啊，哄哄的。回家呀，这招不好使啊，哭哭吧，自己反正是。哭完了自己就跑出来了啊，你就边等着就行了，一会儿哭够了在里边待不住了就出来了。刚才那个镜子放的地方他闲得慌，他想拿脚去踩那个镜子，我不让他踩，他想把镜子拿在我的背后偷摸在我背后踩那个镜子，那个脚把镜子一踩，那个镜子碎了，能不能把脚弄出血来。回来生气直接找他爸在厕所里边蹬着蹬坑，等着他爸出来了，那个意思，就让他爸安慰他。结果他爸问为什么刚才哭，我说他想用脚去踩那个镜子。他爸说不行啊，他爸说大妹呀，哎呀强。他爸一说大妹，一说不行，一直又哭了。哭完了出来吧，都哭好了，眼泪擦干了吗？哎呀，眼泪也擦干净了，你不用弄个纸擦擦眼泪啊？哭完了我看看，给大家看看。不哭了，行了，这是哭完了，哭够了，哭出来能好受一些。妈，对，眼药水。妈妈了还没挤呢，快点，别等一下啊，哎，就眼睛睁着就行啊。哎呀，这个事儿真多，你说，好，躺下。哎，对，自觉点啊，就睁开眼睛就行哈。妈妈不用把你自己能不能？哎，对，哎呦，这么勇敢，哇，今天没进去呢。这里啊，这里好，睁开眼睛。我看一下，睁开眼睛，没进去。你好什么好？没睁开眼睛，没睁开眼睛。哎呀，晚安。哎呀，娃娃，哎呀，睡觉，哎呀，吃药。啊，哎呀，要睡觉啦。哎呀，还要吃药。还有吃药啊？吃药啊？不要吃药，是不是？那还有。你说我要早点睡觉了。还要吃。我要早点睡觉，明天上幼儿园了。